以前我们不赚钱嘛，就没钱了，就撒个娇。然后我爸爸也很喜欢女儿嘛，然后爸爸就给了。然后我跟姐姐一逛街都花满，那个钱就花光了，然后还没钱，还去找他钱。有时候每一个人是2000多吧，我们一直花一直花。我跟那个姐姐住在一个房间嘛，都衣服我们不上去的都让。有时候妈妈叫我们。有时候他生气，妈妈因为买衣服买太多批评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也生气嘛。现在是什么年代呀？你们是什么样的年代？他教我们，我们也教他。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是那个线，那个电线，我怎么做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有时候我看不懂的地方。我很难受嘛，我每次那个找不到信的时候，我自己对自己生气，有时候那个看见事，我很害怕嘛，赚钱很不容易。我觉得我以前很不懂事，那个去年6月份了吧。我想网上买衣服，然后寄给他，然后他说那个不用买，我有衣服。我说以前你说那个你们衣服那个这么多，一次两次穿都不扔，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听。现在我买衣服很舍不得钱。他哭了，我们也哭嘛。他好多次感谢我们，然后我们说，感谢的人不是你，也是我们。然后就我们养了我们这么大了，你也辛苦了。我们邻居的那个孩子是我们朋友嘛，小时候一开始那个一起玩。每次给他们那个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你妈妈每次给我妈妈讲你们的那个赚钱呀，寄给他钱呀，之后我妈妈一直讲我，一直讲我，你看看他的孩子，你们一起长大的，你看看你现在玩，他们赚了这么多钱。是的，你墙上这些照片都是怎么回事呢？都是来这儿以后拍照的。所以有时候闺蜜我们两个去外面玩的时候，还是跟我姐姐玩的时候，我一年去的那个美好的回忆，我想那个贴我床上面的墙，然后好看一点。看到这些照片，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时间过得很快，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点害怕嘛。然后那个工作我做不好，心里不舒服呀。一年过去了，现在我都学会了。但看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年我真的长大了。